ใช่ไหมเฮ้ยแย่กันหน่อยอยู่ตั้งแย่กันหน่อยแย่เลยจังหัวหน้าเราตุ๊กโง่ในใจเราปากเป็นที่หู就是是把那个狗鼻这个屎啥七啥八的出来啊，啊就是这种啊，这样就把这种黑啊没用的给剪出来嘛，小像这些不一样的呢，黑的。我小时候我这个身里面家家户户都搞这个的。共建仓呢都是输了名的，这个就是搞这种做生计的吧，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是鼎盛时期的，现在就没人做了。老人闲在家里面来搞这种，反正一般都是那些留守儿童，那些看护儿童，那些老人呢在家里面闲着没做的时候就去田边啊、地边啊、或者山脚啊，那种播出来的。长一条不落。不长不带长。十八个呢？十六。我问你，哪个的嘛？自己做干，自己做干。自己做干掉嘞。嗯，掉了，对。长不干的那个，哪个？首先呢，就是拿钩出来剥皮，剥成这种呢，就拿去数。就是最原始的时候是用那个石灰水数的，现在用那个片剪，再掺一点石灰水，就数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，记得。煮出来拿到水里面去浸泡的，浸泡的就变成这种颜色了。变成这种颜色，你拿回来，把里面这种，把这种黑皮啊，就全部包出来，包出来完了就拿去，我外面有个打煎勺，打成煎就可以烧死了。以前没有电的时候，就肯定用伸手工，好像用那种木棍一样打油这种。现在电器时代，肯定用电了，那种比较省一点人工。丢了。打完油。不是说贵吗？就是现在仅认识我一家人的，他们都不错了。现在我帮我弄的那几个都是出去不了的，有生着小孩子家里面的，出去打工不了的，这里才过来做的。要是出去得了的，都没人来了，到我这一批人应该来了，家人应该来了，没人做了。就是用那山上有一种树叶，把它浸泡了，出那种粘液出来的，就用那种来做。小飞来，他们打。
这个要干年纪了，但是下雨的，你就受不了，因为那个晒雪全部在是靠天的，看天气来晒的。你晒一天你晒不了，你这里面就要顶天了。以前就用泥巴烤成一副子来，一面旋起来就往里面烧火，烧火了就把纸贴到那个泥旋上面，它就会干。你再搞烘干呢，它都没有利润了，还要倒贴了。现在那个都变成机器了。现在我说这种就是45×45的，是分包撒叶用的。但这个都是往云南那边的，还有安徽啊。不过湖南呐、啊，香港那边也有。我这就是山猪，江苏南京的。怎么有你会牛肉的？我不会。你敢不放北京？好像前年的那些北京那些画家、书法家，不就不是来过一回吗？这个要干以后喽，以后要是有别的行业适合我去做的，那肯定会改行的了。因为这种是没办法的，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像我现在这个样，也只能养活自己而已。